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要把我的这个业火升到五星，超商特卖区一样哦。我们先把划算的礼包买一买。还有吗？业火的碎片，好吧，有业火的碎片都还算划算吧。它有紫这个角色碎片跟这个紫魂哦。然后每周限购，这个买一买，没问题。这个290的也很划算哦。我们上一部影片才出值50000台啊，这个就已经快花完了。这个最近花的比较凶一点哦。OK， 日常区，日常区好像没什么可以买。活动，这一次我记得有一个活动跑去哪了？靠腰。好，不管，来各位角色，我们的业火来，本来攻击力是510万，生命力1650万，直接启动。然后启动我们的五星被动，启动集业火之刃，没问题。OK， 还可以再升一点。然后潜能激发呢，直接五星指示，有办法到五星指五吗？我看一下哈。基本上一个完整体的业火就这样诞生了。哎，这个不够哎，靠腰。自选礼包，我们需要的是怪人的。好，五星之舞，蓝银圣灵，哇，直接升到五星之舞啦，各位。这样我们的业火应该变超强了吧？然后，特防六阶。继续升级，然后要升七阶的话，合成这边要8个，来，特防七阶，没问题，继续，这边还可以再用，17个。哇，不够嘞，靠腰。哎呀，这个不够，而且要升到六星啊。我们现在只有五星子午哦，所以目前最高大概也就这样了。好，那么现在这次有出这个活动啊，定向战术 up。那我看一下几次的奖励比较好，250抽。300抽给万能碎片，其他的就给这个彩钻，感觉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抽300抽，来，直接前往。300抽的话，哇，300抽要买122张，OK， 这样就300张了，直接开抽。这个奖，这一次到底值不值得抽啊？其实我比较想要的是那个什么利刃啊，不过这个利刃都没有出 up 哦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
只能加减抽一下这些有的没有的、哦，然后领一下奖励吧。而且抽这个不便宜耶，300抽大概是好几万赚了、啊，200张就要多少钱了？200张要2万多赚。你看哦，我刚刚300抽嘛，他这个超市购买10张就要1500赚耶，10张1500赚，100张15000赚，要45000赚耶。欸，其实很贵耶，对不对？其实蛮贵的耶。我真的要抽这个吗？唉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抽这个到底有没有划算 CP 值啊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，给我多一点黄色的吧。怎么都给我一些紫色的啊？啊，都没有黄色的哎、欸，激昂哎、欸，都没有黄色，全部都紫色的哎、欸，官方骗钱啊，都是蓝色跟紫色的哎、欸，好了，不管，来吧。剩下的我们下次再抽哦，然后主要是要拿这个奖励啦，对不对？领起来！哎，靠腰，领了些什么？好了，反正300抽的奖励，老爹全部都领到了。来，那么现在五星子午的业火到底变得多强悍？目前老爹的排名是第10名哦，钻三以上，哦，钻三以上，大家都是钻三以上，来看能不能遇到强一点的对手。人斩拔刀斋，这个小 case 啊，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好看的，这个直接跳过了，这个太弱了，这个太弱了，直接跳过。我们找一个强一点的对手，好不好？才能够体现我们有多强悍啊。这种直接碾压式的，我们就哇打到罗伊了。好，来看看能不能挑战打赢我们的罗伊。来吧，他把原子武士放前面呢，然后温德放后面呢，有意思，可能是温德很容易挂掉了。来，竟然打到这个全宇宙最强的最慢老爹的温德，2400万，再来！五星之舞的业火，5200万，就是这么狂！再补一个原子斩，13000万。有没有办法先干掉他一只？核弹菠萝面包，7300万。欸，他的血量还是很健康欸，这个罗伊啊，他的血量还是很多欸，打不掉欸，他真的是有点强啊，他这个护盾怎么都还那么高啊。哦，爆一下油，爆一下油，有痛哦。他的温德剩下2条血了，再爆一下，再爆一下，剩6条血，再爆一下啦，温德爆一下，不是温德啦，业火再爆一下，只要想办法先干掉这个罗伊一只哦，我们就有机会啊。糟糕，我的温德好像快挂了。老爹的部落面包3900万，哇，打不掉他一只哎、欸！五星之舞的业火3900万，再来。再一个原子斩，真的很难缠。有没有可能先带走他一只？1亿2000万，他的业火感觉快挂了。天哪，这个罗伊实在是太硬了。要想办法带走他一只啊！
感觉我的温德撑不住了，哇，老爹的温德 is dead。 我觉得他的布阵有料，他把温德放后面啊，我觉得这一招是有用的，然后原子斩放前面，下次我也这样改，下次我也这样改，然后 King 也放前面，因为 King 其实蛮硬的， King 其实蛮硬的。好，再来，赶快带走他一只吧，不然就没希望了。好像没机会耶，好像要输掉了，我剩下四只啦，天哪，我下次也跟他放一样的阵容好了，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，啊，我都已经五星之武了，一只都打不死吗？打死一只就算赢，打死一只就算赢啊，前排 King 五头原子斩， King 五头原子斩，下次我们阵容也这样摆。好啦，看来还是输了啦，这个没办法啊，下次我们再来报仇，好不好？至少打赢一，至少打赢一只吧，打赢一只吧。打不赢啊！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有打死他一只哦，有打死他哦，打死他的温德。看一下，看一眼，看，看一下，好啊 ，OK OK， 不要给他凶。